快走快走，吃的都扶墙了。好，我们猜一下多少钱？一个人。一个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冉冉。今天我们去吃有海鲜，那个卖票的海鲜。海鲜自助。海鲜自助，我没吃过，所以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老公说，花钱然后吃。去把干净落不你是搞着去上那里面随便吃，对，随便吃。所以说我从8点、8点我啥也没吃，现在6点我饿了都不信了。干嘛呢？10分钟，5点半开餐，还有10分钟，奶奶在这等着呢。饿了。这自助餐好多人在排队，好像是有一个旅行团。我上前台问问去，我问问怎么买票，他们可能是韩的餐。我去问问去。啥？排队。都想吃。排队买票，他们可能是韩的。韩吃啥？小福州青豆。啊。Лео, смотри, зачем тебе мороженое? Вот это все можно есть. Правильно? Лучше, чем мороженое. Да? Пойдем сначала еду посмотрим, потом вот эту сладенькую возьмем. Окей? Михаил Лео, Еня, 全是旅行团儿，人家。Надо начинать откуда-то сначала и идти по очереди, чтобы ничего не пропустить. 走，去吧。咱们就坐这儿。雷浩在这呢。雷浩过来吃水果来了。Здесь надо приходить пораньше, самому открытию, пока все не разобрали. 对对对。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гда поздно придешь, потом уже все поразбирают, вкусное все заберут сразу. Поэтому надо приходить рано. Это вам такой урок маленький. 在吃这方面啊，我真没服过别人，我只服着你啊，总结经验总结的相当到位了。走，是的。你能吃出精华来。对，赶紧拿海鲜。大家还能不能找到冉冉了？中间那个，在抢东西吃。冉冉，拿吧，想吃啥吃啥。看我们拿了多些东西，人家已经忙不过来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跑了。人家今天我看着架势要血洗这个海鲜自助餐厅，又没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回来了，还拿什么？哦，排骨哎。排骨、披萨。还有披萨。看看我们一桌丰盛的餐。那先让他不吃，那到时候把鸡血收藏起来。对，吃完了再来，来开灶。我先吃，你吧。这个是蛏子什么的，你尝尝这个，这个能好吃。还多那么多海鲜，吃土豆。是吧？鱼好吃、啊。多吃点。自助餐能不能吃回来，算看自己的本事。我觉得你白费思路，你小不吃呢。他们旅行团，对，这是啥好吃？非常yummy。料不了，料不了，料不了。
慢慢吃，吃太快了，那个很快就容易饱。大乱呢？太饿了。第一波战斗结束了啊，人家开始去第二波了。还有地方吗？有，还有，去吧。开始第二波战斗啊，又去了。啊。人家第二轮啊，什么？啊，甜点。这是妈妈去出去，抱抱吧。там люди сидят, у них вот так вот целые горы. 嗯，再拿点硬菜呀，就拿这么点儿。还有第三轮吗？有，肯定有。行。啊，咖喱虾啊！好吃吗？我有。哎呀！你说？娘，俄罗斯人在唱歌。你的老乡，嗯，你们已经认识了？我以为你就跟人认识了呢，已经。尝尝，我刚才拿三文鱼，咖喱虾，看我拿这么多，吃饱了。吃点水果，溜溜缝。这个是杨桃。Do I yell? 溜。啊，你呀，溜。快走，快走，吃的都扶墙了。怎么样，吃的？到顶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对啊，你猜现在啊，我们猜一下多少钱？一个人。一个人。嗯。一个人应该350。350。嗯。你砍个半儿。180块钱。便宜吗？便宜。便宜吗？便宜。还好还好，180。180。然后。这么多。雷奥是免费的。你干这么多？对呀、啊，我感觉还可以。两个人，360。360。370。370。好吃？对呀、啊。целый стол。嗯。В ресторане морепродукты такие будут стоить где-то, наверное, 500。对。400多。还好还好，因为它是自助餐。俄罗斯是没有自助餐，所以说人家第一次吃自助餐，体验如何？很好是吧？嗯。挺好。那好啊。我们今天的自助餐之旅，已经跑过了。对，我们要溜达溜达了，人家都扶墙了啊。对，拜拜。